气喘怎么看？这些症状要注意。你曾经有QQ 的喘鸣声吗？这个大概就很明确了。对，每一次感冒，这个最常听到的。对对，每一次感冒都痰很多。最后一个就是吃以后一礼拜跟我说，哇，黄医师你给我药好有效，我小孩一吃都不咳了。我说那你就不要再硬盯了，你的小孩就是气喘，因为我上礼拜给你开的就是气喘药。这里面其实只要一个，我们就可以还。一个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